11月8日，粤语舞台戏2016最女人之现世的新闻发布会在广州举行，现场欢声笑语不断。据了解，第三季的最女人将于2016年12月16日至18日在南方剧院上演。而三年以来，最女人系列舞台戏也得到了当地娱乐圈名人及社会各界的支持。一众演员何丽丽、胡向真、陈坚雄、卢俊宇、朱鸿飞更是不计名利得失，身体力行地捍卫本土文化。当谈到过去三年的辛苦付出时，何丽丽不由感叹：其实阿乐讲得冇错，舞台戏好难，三年更加难。我觉得根本上系夹企喺个舞台度。你怎么来了？我真系要多谢台上所有啲兄弟。而当媒体问外号珍珠的胡向真对于合作演员及演戏的看法时，他笑言：有啊有啊，嗱呢度咧，阿挺啦、坚雄哥啦，佢全部都系拍戏拍好多经验噶啦。我其实对演戏好有兴趣，所以我唔拒绝唔同类型嘅角色嚟揾我嘅。过去的最女人系列舞台剧曾多次轰动广州，相信新一季的最女人也能取得不俗的成绩，